万啊，黄小鱼五万。你刚才那个是多少？50？刚才好像八百万。你直接查就知道了。感觉刚才那个比较赞啊，看起来也比较赞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拿起来也比较赞，型也比较帅。它还有防摔耶，你可以把它拿来。这个看起来就塑胶感很重，啊那个。它刚刚那个是防摔军规、啊，你可以拿来杀人耶。其实那个看起来比较赞、啊、你可以把人砸到开花耶。你可以拿手机乱丢耶，它那个还有防水耶，这个应该没有防水。可是刚才它那个指纹是跟电源分开的。那有什么优点吗？指纹跟电源在一起感觉比较好用，这个位置比较好按，然后那个是比较下面要这样子按。那、啊、你可以换这一只手指头感应啊，谁说不行？不习惯啊，不行啊，不能不习惯啊，这样就变老人嘞、欸，要一直习惯啊，不习惯就不行了。你要换那个荧幕吗？可是有点贵呢，你看，你看它多少钱？应该是5万啊！比你相机便宜啊！我相机还好用，比你电脑便宜。电脑主机也没有到5万啊！两个加起来比它便宜啊，比它贵啊，整个加起来比它贵。啊，这个，你这个等于两个萤幕。不是啊，我桌子有多少宽吗？哇，你这等于两个萤幕有啦！哎、欸，我嗯，对啊，我桌子有那么，这等于两个萤幕哎、欸，哇！哎呀、啊，多好用、啊！